我圈你，你是粉，我是啥？你跟谁结亲是不是了？哎呀，来让开口。关键是都是红脸色憋出来的。让开口，你谁解释了？脸色字解就解释，怕谁了？哎呀，哎，猪肚嘛，肉肚嘛，我也不吃，我也不管。嘿，赞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波。今天买了几个猪肚子，准备让我鑫哥给我做出来了噻。突然发现我鑫哥一个小秘密，不给我做出来，老了，得怕自己做了。先把猪肚洗一下，来点盐、醋、淀粉，搓洗一下。洗净猪肚，灌一下水。来点葱加白酒，把去腐沫捞出来，换点水煮涮。下入猪肚，来点鑫哥常用的调料。先把猪肚煮涮，炖出来，捞出来切一下。锅里来点油，倒入葱姜蒜改辣椒，来点鲜椒酱干辣酱，来点蚝油，炒香以后下入切好的猪肚，加入切好辣子洋葱，来点盐、姜粉、鸡精，炒炒出锅，出锅。鑫哥，饭好了，快吃饭嘞！吃。啊，来，我尝尝，尝尝我手艺嘛。好的。哎，我拉你来了，来，我拉你来了。哎，拉拉不回来，不管他了，我先吃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好吃是吧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我是吃。豆豆，碰见啥子？哎，虽然我刚才一个人碰酒了。鑫哥，啊，你该给我说一下给谁写的了吗？列字列字给谁写了？哎呀，我给谁写的了？哎，你给我说一下，好，我给你教。你看，比你画圈儿还强吗？小波，嗯，你那会儿给人写过那个吗？什么？哎，就那个嘛。我只练过字，我没写过情书。要我给你教吧？不用。不用。嗯。你给我给你学的时候，还能写的完美点呢。喝酒啊，喝酒。朋友们，记得点个赞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，都你的了啊，啊，都我的，我是吃饱了，嗯。